球鱼型，是不是？这款适合钓鱼。网上的话，你适合拍三号人家，那又能钓鱼，又能玩鱼，你回家玩一顿饭都有了。天天住河边上，天天就在海边上，天天吃海鲜，对吧？来，多省米呀！就这玩意儿，两条砖，一条核桃，12块钱一条，宝贝儿，你是不是变态？这个不错。来，喜欢黑色的宝贝儿，咱就带个小黑色啊。24号鱼给大家看啊，来，看好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孩子挺好看了。挺好看了，看没有？可好了！如果这有款你喜欢黑，你可以拍俩黑啊！喜欢黑色宝宝，你可以拍俩黑，会发光吗？发光、发亮、发热，你看你适合哪个？你看你要哪个吧？啊，这叫不好，回家不发光、不发热、不发热，你说我卖它干啥呀？啊，穿的像纯棉似的，你说我卖它干啥呀？对不对？回家跟你的小款式、家里小款式宝宝，它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平时你就能穿，不是说宝宝啥样人穿，平时你就能穿，只要你女人肯定能穿，男生老爷们儿想穿他愿意穿他也能穿，是不是？愿意穿老爷们儿也能穿啊。保质期多久？保质期的话，你要是不穿的话，它能一辈子不坏啊。你要是想穿的话，正常你是商场里买好几百一条的，那也就是2月3月就完事儿了，对不对？那也就你就得淘汰了，还要起火花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起不起火花也不是说一个人的事儿啊，一个巴掌能拍响吗？来，什么？还不是不穿，那你就可以不穿，是不是？你爱穿不穿都行。我不是说非得让你穿它，可以分期不管吗？别说了，你这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到我这分期分期的呢？28.9，不是28.9 W，干啥呀？咱能不能全款给姐妹搂一个？能不能？宝贝儿，别整个28.9还分期，我给你分多少期？分36期不管呢？一天花一分钱呢？是不是？咱体验一份全款的快乐行不行？也不是卖车的，我也不是卖车，我也不是卖房，你说自己跟我俩分期吧？你出门买个水都有分期啊？对不对？你说我太难了。男的能穿吗？穿，男的好使，宝贝儿啊。男的想穿在家穿没有事儿，别出去穿，出去穿我看那个那画面我有点辣眼睛，我真看不了。除非说对自己身材非常有自信，对不对？男的能穿吗？男的搂他宝宝，别信起话你就搂一单呗，真事儿的了。来，160件以内全能搂全能拍啊，超过160可能稍微有点紧了。首付行吗？首付我一天给你划到多少钱呢？我听听，首付1块钱呢？首付2块行不行？然后剩下的分期呗。这么难的卖点货，哎我的妈宝，就这个小价你就，咱不说分不，咱分不分期，咱搂不搂它是不是？你能不能穿两个字儿？你给我全款搂一个不行吗？这裤子是男的穿的难，如果男的什么也不是穿的挺好。宝贝儿，你打你那个字儿打的是有点多，但是你能不能让咱听，能不能让我看懂？那语文老师都够呛能看清你的话。能分期我别跟我提分期了宝宝啊，别跟我分提分期了，咱能全款咱全款留一个，28.9，两条平均一条才11-12块钱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宝宝？有处理的吗？哎呀我的妈，这新的嘎嘎新的才11-12块钱，你处理你要干啥？你回家整个蚊帐挂墙上啊，是不是？这买个嘎嘎新的回家穿能穿两三月，你就平均一条一天才合到几分钱，你说多好啊，啥病没有是不是？有男的穿的吗？下方链接有啊，下方链接有4条。